那么以前我的父亲中国来这边住了他，我七岁的时候他就过世了，啊，过世了啊。那么九岁我才搬来这边，十多岁啊，二十岁那几年呢、啊，还要跟人家打工，差不多二十多岁、三十岁那年我才开始在自己就做香了。你看呐、啊，那市面上有这种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没有，就是我自己设置来了，我没有去偷看人家的啦。哇，现在我做了，我要送给谢生了，我送给谢生了。你看我一年送多少？客家平安万事如意，大吉大利，什么都写，岁月门进，我什么都写，啊，送给谢生每人一支一支。我老了，哦，啊，我的太太啊，她跟着我六十年，在去年五月十三号的时候啊，太太过世，谈到太太啊，我就伤心了。我没有拿我的相片给你看，看到你也跟我伤心，带我伤心。我跟我的太太啊，年轻的时候啊，很漂亮的。老是说啊，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啊。